you are having difficulty finding a place to stow your bags, in-flight crew members are available to help.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s we prepare this flight for departure. Fairly fast, why that seatbelt sign is o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Beautiful weather out in LA. No, welcome aboard. That's an emergency. LA 了，大家不知道我到 LA 嘛，然后现在要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首先呢，一进来就有一个就有个人的腿，这个是衣橱，其实很大哎。我们这一次是三个人，然后住四人房，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有床，有电视，然后有一个超级漂亮的景色，给大家看一下景色。现在这个颜色超级傻眼。W Hotel 就在对面，这边有个超级大的 W， 然后浴室是走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点比较摩登的现代风，就是它淋浴间都是黑白的，很干净耶这设计，然后空间也是很足够。现在就是要休息一下，然后就要去吃个晚餐，现在大概八点多。这是伊娃从台湾帮我带的东西，超棒的，谢谢伊娃。然后我从纽约帮他带的东西是这个泡芙，泡芙可以过海关哦，可以，这可以。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在那个就是飞机上，然后那个空少就问我说这一盒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是泡芙，他就说那我可以吃一个吗？我就说不行。哇哦哇哦，这是什么？他的那个啊，好可爱哦。你要出现了，你出现了。还在录哦？对啊，我以为你收起来，没关系。这是挡声挡风还是真的会在收音？对，你吹一下就会有那个，应该会。那这样会有 ASMR 吗？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哦，我不知道哎、欸。他们在干嘛？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非常凌乱的房间。好，然后我现在要下去吃早餐了，因为刚刚他们已经下去，但是我发现我忘记带那个钥，不是钥匙，那个相机，所以就还是上来拿了，因为早餐的地方他们说非常值得拍。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吧，早安咯。这就是我们早餐的地方吗？哎，很美哎！我以后家可以长这样吗？为什么？你很任性哎，小姐。我还没，我没有时间啊。那个、超棒，小，那你回家一定要看。你说小热唱吗？对，你要回家看，因为你现在看跟我们一起就是会没有那么好笑。我觉得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咖啡来了。我的意思是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快乐，所以你在看那个会没有那么好笑。然后你要回到家，你一个人有点悲伤的时候，有点悲伤的时候来看，就会很快乐。你们评评理，他讲的是什么？我说真的，有些好笑的东西就是要留在家里自己看。嗯，蛮冷的。是冷咖啡啊。我说哦，你是现在，我外套可以借你，没关系，因为我不冷，没关系，你不要吗 ？Call me when you miss me 哦。干嘛 ？OK。啊，多那么多。Avocado toast。你是什么？这是。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切一 French toast。你是 toast。对，因为我就是有点肚子。可爱。这样刷你的蛋。哎，我认识老鼠，眨眼，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我忍不住。太像了。
没有，应该没有沾到。好，其实我也没有很饿，但我就想吃 avocado。我觉得现在吃一点比等一下好很贵。嗯，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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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Universal Studio， 耶、yeah! ！好亮。今天的目标是买到一些纪念品。哨兵哎，好可爱哦！我们现在进来了，但是其实今天人蛮多的。今天天气超好，好热，背影很像一个。很像一个外国人。哈利波特到了，马上就有感觉了。火车，天哪，超多人的哎、欸。好喝吗？为什么 ？Butter beer 吗？好好好，就是一定要喝。然后我就是很不解，为什么我是赫夫帕夫？可是赫夫帕夫就是善良的人。但我想要有一点存在感的学院，波特了，我觉得很好玩哎、欸。你觉得日本的怎么样？我其实也忘记，因为太久以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就是。可是就是还好我没有 fast pass， 不然就是应该要等很久。我觉得还蛮值得。然后我现在要去买那个 butter beer， 我超喜欢哈利波特的，就是园区，就是整个很有 feel。嗯嗯嗯，真的想要在里面。对。哦，就是你说整个配置跟日本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方位啊，然后店家做的了解，然后是一模一样。所以你在日本已经喝过 butter beer 了？对。哦。所以我才说你一定要喝。只有我没喝，我还没，我这是我第一次来。哦，然后这个户外的好像很还好，户外的就是普通，户外的很对。你如果要排队排很久，就来玩这个室内的比较好玩。他在使用魔杖。我觉得很像奶盖版的气泡饮料。你居然是好的评论，因为我们其实觉得很难喝，可是觉得你一定要。我觉得好喝、啊，屁耶、欸！你是因为对？等一下相机一关掉，它就超难喝。没有没有，真的哎、欸，小心！怎么可能？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它很怪耶、欸，就是奶盖然后雪碧的感觉、啊。哎、欸，你要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呢？骗我们喝？你要喝一口，你要喝一口。可是为什么跟我之前喝的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可能改了，他们改了，他们我觉得是好喝，变好喝了，对啊，因为可能以前大家都说真的很难喝，他们真的很难喝。那我好想喝以前的、哦，喝了刚喝了，哎、欸，怎么变这么好喝啊？对啊，你要改观了，你要买一杯吗？不要不要，伊娃你挡到小木偶了，要 move on 到功夫 Panda。功夫 Panda 是我的最爱，我超喜欢功夫 Panda 的，要来做了。干嘛？我们在 Minion 里面。Banana。Banana。最想呀、啊！他是最后一个，他们家其实个性都很差。他们家鼻子很有特色哎。真的，可是只有他们中间那个家，旁边的人都是鼻子很超可爱的，天哪！
爱，辛苦生的，大家一定赶快来拍照，每个点都超好拍的。看后面这个，超级可爱，好香哦，好饿哦，好想吃东西。我觉得我们 Express 很值得，下面排超多人。Welcome to Krusty Lab. May I deep fry your baseball cap? It costs $20 and is not particularly edible. 午吃饭的地方，这是在 Harry Potter 旁边，超酷。点餐跟取餐区超多人。是 fish and chips， 然后这个是忘记了，薯泥跟那个什么的。然后鸡肉，还有这是什么乐盘？还有这个 sticky toffee，sticky toffee 布丁甜点 ，yeah，nice， 开动，哎，吃饱了，唇膏啊，对不起，唇膏掉了，我们要慢慢的，其实我们快弄完了。我们要慢慢的下去。很可怕哎、欸！没好嘞，就是很高哎、欸。这里风景有点厉害、欸。下雨了，我先在这边跟大家道歉。天气超好的，然后现在要下雨了，等一下就停了。大家记得她是什么女王跟什么女王吗？下雨女神。傻眼。好吧。对呀。要来玩 Transformers， 这感觉很刺激耶。哇。Surprised to see me, blessed creatures. I will always rise. I see your hero, Optimus Prime, has forsaken you. 我们刚刚玩完那个 Mummy 还有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超可怕，我走第一个，然后一直被前面的人，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吓到，真的，超可怕，我超怕，真的很可怕，因为他就是人会就是装扮成僵尸，然后就出来吓你，可是他不会碰到你，就还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宠物的 show， 好热哦。Okay, well, look, there's a diver. He's a professional.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Is he screaming? Oh, wow, that's a blow. Okay, hello. Oh, wow. Moving right along, folks. Nothing to see here. Oh, but look, Jackie is parking us behind a pier full of gasoline tanks. Great idea.Oh, and it looks like the shark is taking the bait in the yellow barrel and the entire pier. Wow. Oh! Wow, it's hot. Yeah. 不多都玩完了，刚刚最后坐到那个
什么 Studio Tour 那个车超级值得，超级无敌值得，大家一定要去。就是很多 LA 这边的拍的电影， Hollywood 拍的电影，然后什么的，好像听说只有这边才有。就它不是单纯的游园车，是一个反正就是很厉害就对了啦，你们要去就对了。然后那个 Walking Dead 超级可怕，妈咪，因为我走蛮前面，然后超级可怕，就是真的很可怕。然后妈咪也很可怕，很快。然后我买了一个很惊人的东西，就是空腹佩纳的小吊饰，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回去再拍给你们看，就是反正是空腹佩纳的东西。来吃烤肉了，好可怕，很多。导演各种表情哎。买这步骤。照唱歌，偷唱歌，偷唱歌。会不会被发现？被发现偷唱歌。今天的头发是伊娃姐姐卷的，伊娃妹妹卷的。她今天帮我跟 Kelly 卷头发，超厉害的，超累的，超厉害，很棒。所以我今天都在我这边。没有，她其实我也分了两层。她说我头发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多。真的？好像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去那个 Farmers Market。今天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非常轻松的行程。OK， bye。LA 的天气就是这么好，今天还是正常的天气。昨天不知道是，我真的我，就是要针对你。可是，我让你们看到 LA 下雨，也是一个另类的，那个什么经验。对啊，我们到了。这里超棒的，它是一个类似就是 farmers market， 然后后面是有 Nordstrom， 就是可以 shopping 的地方。然后哦，这里还有 Sephora 什么的哦，这里到了，酷酷酷！现在要先来找一个吃的哦，这边都是有很多不一样啊，好亮，有很多不一样吃的店家。这个是你们的咖啡，这还不错哎。今天周末感觉人也是蛮多，但是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哦，我们刚刚是从饭店坐 Uber 来的， by the way。好，我们要找吃的。现在在拍照，他够不到地。这个是 tropical 的可丽饼，这是冰饮料。小妹来了，耶！好经典哦。Turkey croissant， 耶！进来一家贴纸的店，超可爱的，欸，好想买哦。完全，这里选择超多的。这个就是贴纸店 ，so Q 的，超多辣椒。超多辣椒，喝咖啡，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我们来喝咖啡。给你唱，给你唱。你那个毛干完全挡住。对啊。来，我们来这边喝咖啡。这样可以吗？可
可以。他今天头发很美，因为不是我弄的，超美的，就是欧美的那种欧美范儿。Farmers Market 旁边的这个 Plaza 逛街，这边超漂亮的，有点像，有点像我们上次去 San Jose， 然后 Kelly 带我们去的那个 Plaza， 就是很休闲。然后周末大家都在这里，超棒。然后就有 live music， 然后跟一些座位啊什么的咖啡。可是这边就是一堆就是大的牌子，就是那种大牌，对。然后我们等下要去一个地方，好像是比较多潮牌的地方。这里真的超 chill 的。L A 的路边都是这种，这是什么滑板车吗？电动滑板车。电动滑板车。然后 Lyft 也有出自己的，很酷哎、欸！今天天气超好，前面有两个 LA girls， 啊这样，天气很好，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一集 vlog 就超容易尴尬，就是都不知道讲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很放松，很对，很放松，很 chill， 很 chill。也是一个。对、哦、我们刚刚去了一趟 Sephora， 然后去了那个贴纸店，然后他们两个在 Nike 小爆买。你只是因为没有你的 size， 我应该用网络在补上。对对，嗯，对对对对，但我还是买了一件内衣啦，因为我少带了一套件内衣。好，大概就是这样了，先拜。非常有名的墙，超多人在拍照的。看这里，但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可爱。伊娃要拍这个，一个有名的墙。它是 Paul Smith 的。Paul Smith 的墙的店，超多人，巨多人哦。对面也很可爱，这里超多人，因为这个墙。我们现在来一家叫做 Earth Cafe， 对不对？然后喝他们很有名的 Boba 珍珠的冰沙，我点了伯爵，他们两个点抹茶的，超级多人。它店内就是小小的，但是店外还有其他的座位，蛮多人都坐店外的。它也有咖啡，然后也有甜点，但我们没有点甜点。等一下再跟我介绍。对，因为我会还点餐，他没有去，他是占位置的。哦，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他们的 Boba 冰沙，好喝吗？好喝。第一口有点像新冰乐，可是后面的那个饮料比较苦，我会讲是冰沙片比较少。哦，上面是冰沙，下面是饮料。哦，好喝好喝。它有点上相，它有点上相。抹茶蛮浓郁，抹茶浓郁。超认真嚼哎，好喝。我觉得下面有点水掉的东西，对，它应该是要很，但还是哦，可是也是好喝。我觉得微糖很重要哎，不然感觉会太甜。我喜欢伯爵，好好喝、哦。阿尼亚他 say yo， 阿尼亚 say yo， 哎，大出油哎、欸，我今天超脸上超 glow。我们现在回来，你刚说超 glow 吗？刚说超 glow， 超 glow， 超烤肉，刚说烤肉。我们昨天的外套超烤肉，真的。然后我现在回来饭店，然后休息。我们等一下就要前往机场了，所以拜拜。对，这个礼拜的周末 vlog 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偷拍一下大家。拜拜。下面的这个，拜拜。好想吃拉面。我们现在完全呈现累累。再可以煮拉面。嗯，拜拜。很好。说错了。哈哈哈哈哈哈！认真在听我们聊天，装的是我边边有人。